8月2日日，电影《无双》在京举办发布会，郭富城笑说：“法哥甜言蜜语哄我来演。”周润发则调侃称：“他最近生了小孩，养小孩很贵的，而且还是女儿，都是好朋友。他手头紧，我就帮帮他，让他好过点。”发嫂陈慧琳惊喜现身为发哥站台，出品方博纳影业总裁于东则豪气放话，称有信心这部电影票房能突破30亿，超过《西红柿首富》。当天，周润发和郭富城都以牛仔外套搭配白色长裤亮相，同框撞衫。周润发表示自己和郭富城穿得如同两兄弟。而郭富城笑称：“我们发誓真的没有商量过。”谈及加盟这部电影原因，周润发露出招牌笑容调侃道：“他最近生了小孩，养小孩很贵的，而且还是女儿，都是好朋友。他手头紧，我就帮帮他，让他好过点，而且这个事我熟。”郭富城接话：“你们看，他就是这么甜言蜜语哄我来演的。”首次演画家角色，郭富城透露自己做了不少关于绘画的功课。他还透露自己收到剧本后看了6遍才看明白。